对对，那是另下一个岛，另外一个岛。你要打一点现场吧。如果你想要追求设计美感的话，需要用到新染料。我要追求活命可以。追求的是活再活下来，还要追求一些生活的乐趣。我先去挖铁好了。欸，为你演示一下超高级操作。为你演示一下超高级，你看一下我操作啊。你要用那个彻底哦。好哦，对啊，为你演示超高级操作。那你怎么上啊？再叠上。对，我可以这样从你的路上去啊，可是铁树我在挖。铁树你在挖？但是我拿到比较多，我拿到比较多。现在还有什么？下面还有东西吗？有石英哎、欸。等下我下面有方块，有。石英要干嘛？太阳感测器？什么太阳感测器？那个叫什么？阳光感测器。对啊，可是这个石应该没什么用吧？哎，对面有铁啊！你看对面有铁啊！哎，对面有铁啊！去外下啦！你去吧，反正你有彻底，我才不要彻底。不是我方块不够啊！方块不够啊！你不是一组木头？我们要使用我的木头去叠，我那木头要盖东西，不能使用在这种地方。我要是多挖点石头好啊。不用啊，我这里可以丢在桥上，好，丢在桥上。我再去对面，因为我在对面挖了铁，好啊。我说我把方块丢在桥上了。好吧，那你要，所以你要先在这边安身立命哦。然后我去对面挖点东西，我直接下去哦。走啊！好像很危险。你加油。有看到啊？好哦，高级操作。之前不是雷死好几次？哎，有沙子啊！有啊，看起来就是沙子啊。都差点被杀了。而且我在这一步无聊，我有朋友。你有？哎，可恶，他下雨，算了。你要让他停吗？我来。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停了，这下的太久了。好，这次那个雨终于下完了，所以停。不是我的错。哎，终于下完，是真的下完了？没有。不是我的错。这应该。这是我弄的。因为我没有看到任何的指令啊。可我快挖完了，我现在要使用高级技巧叠上去了。加油！哎，我是不会死啊！刚才那个被枪杀掉的枪杀掉，那是意料之外。正常来讲，应该是不会死的。这边还有铁，我再去挖一下好了。超危险的，有时候还要雪球飞过来。你有看到铁吗？你看到铁吗？在你右边。我右边，我现在面对这边。哦，这边哦。左边，你左边，你左边。对对对对。还有别的吗？就这样。还有一个下面是虚空的铁，你要不要？不要，不要。我不会跟他拼命，我只是要做些盾牌、防身武器就好了。铁镐就好。盾牌不是在我手上。哦，那我不需要盾牌，不需要盾牌啊。我做镐子就好，铁镐，然后铁斧就这样，铁剑啊，铁剑比较有用。哎，到这边就感觉，我到山顶上去盖房子，感觉还不错，比较显眼。哦，哎，喂吧，你是掉，好吧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应该过来吧，现在没有下雨，应该过来吧。哎，那么我一动哎。跑超快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跳超高。现在，我觉得现在可以去爬到山顶上去盖房子，还是你要原本的那个岛树太多了，房子不容易找到。嘿，你要找树比较少的，然后盖在山顶上比较容易找到。
哎、欸，对，我剪头，我直接剪秃啊！可恶，没有，我直接剪头头吧，剪头。他不给我寻啊！哦，有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OK， 我有一只跟班的，我有跟班的。这个岛上会有成就吗？这岛上会有矿吗？应该地底下蛮多的，有僵尸。怪兽，看一下哦，我觉得应该在山顶上盖房子吗？山顶上吧，就移平就好啊。好啊，你加油。那你所以要我全由我负责哦。我不会盖房子。那就把木头丢给我。应该说我都没有在盖房子。你在哪里 ？On your back。那他要成就是盖房子吧，应该有吧？看一下好了。成就建造，有啊，休闲路线，建造农场，种植五种作物，选择一座山哦，选择一座山，然后建造农场，种植五种作物，然后哦，没有，他是说建造农场，种植五种作物，然后选择一座山坡，种满小麦啊。选择一座山坡，种满小麦，要搞跟 Sky Block 那个一样。对啊，然后建造粮仓，获得绿宝石一组，将村民移动到自己盖的市场。那你就把、那你就把那个市场盖在村民旁边。都还可以，直接杀宿舍，就盖市场就好啊。应该有村庄啊，对啊，有村庄。他说在岛屿设置铁轨里，没有，就在你出生点设置铁轨连接到村庄。然后连接到海座每座岛屿，然后每座岛屿都要有一个车站。可是我没有铁啊，我有铁24个哎，只是金比较有问题哦。岛屿间轨道设置断轨，不是，建造一座牧场。我现在挖到，好吧，这个地方很高。哦。它有一个成就，是在每个岛屿间都建造一座桥梁，所以刚桥梁改造一下应该就好了。我觉得那个就是桥梁。我觉得那个桥有点太烂，就一个哎、欸。那我们就两个人叫什么？冒险路线，建造哦，要建造小型城堡啊。小型城堡。对啊，所以我要盖小型城堡，是银河丢给我，那我来盖。这小型城堡应该是用石头吧？石头盖城堡。小型城堡，我要盖小型城堡啊！你知道，对我来说，城堡就是那个，你知道大阪城吗？绝对不会盖那么大，绝对不会盖那么大的。对啊，小型城堡。对啊，目标就是盖，大概就是一个简易版就好了，简易版就好了。我之前有盖过天守阁，你知道吗？天守阁，我看到有个 ID。欸，我看到有个 ID 耶，在地底下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而且还会走路。两个 ID 耶。你看，哦，那应该是特殊怪物。对，有一个叫做帕蜘蛛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帕，然后那个字是三个小，我不知道怎么念。麻，你叫麻。很小，所以你有打到蜘蛛了吗？你打死他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挖到他那里。可是这里哦，超多怪。这你还 OK 吗？我就盖我的房子哦，你加油，我就盖我的房子。有没有羊啊？我现在整理一下，城堡应该是要盖在山坡上比较人住。你有羊吗？反正你死掉后再就走过来就好了。啊，可以啦，反正我加死。我加魔力回复蛮快的。哎、欸，我把我稿子丢出去。可恶，我要把这个改回来。我快要。之前习惯，现在不习惯。不会吧？你那么盖房子，我也不会盖啊。现在交给我全负责吗？哦，地狱之心会亮哎。会亮，所以它有那个照明灯。对，那我现在没有搞清。
只好再做一把铁镐。等一下，真的要由我来盖房子吗？真的假的啦？我不会盖啊。我其实也不太会啊。那你就随便盖啊，方块屋啊。他要盖城堡哎、欸，城堡来不？城堡算了啦，城堡再说啊。行，我坚持要盖东西要盖、欸。怕蜘蛛是毒蜘蛛哎、欸。那你可以，你那那个，你打他的那个，那蜘蛛可以穿过半格，所以穿再也没用。不会怕快。那蛮危险的。我没办法帮助你，因为我在神地。没、欸、有说我让苦力怕炸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！呀，我看一下，那我比较大的、欸。我被女巫毒到了。有女巫哦。对。感觉也太刺激了吧！应该也太刺激了吧！快要把这整完了。大概要多大、啊？十层应该还可以吧？城堡十层。我现在剩半个。没办法，我无法帮你回血，因为我离太远了。没办法帮你回血。哎，死掉了。怕蜘蛛。哎，苦力怕。怕蜘蛛大什么鬼东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我现在 E 跟 Q 分不清。蜈蚣啊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苦力趴在你后面，快跑啊！有蜈蚣啊，蜈蚣是邪恶生物，都还下雨啦、啊。好吧，我知道蜈蚣谁了。快点把雨关了啦！一直积雪，我不方便，不方便啊。雨停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好停了？欸、真刚好，好刚好。啊，我要回血，打猪打牛，快点，我要回血。啊，那你要，没关系，我直接帮你回血，这边就好了。有没有？再释放一次，有没有？耶、yeah ！再释放一次，好，可以，我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要开始在设计城堡了。其实两组应该不炸，快点炸耶、yeah, 那个炸城堡主要应该都是没怪了。欸，生怪箱啊，这里有生怪砖欸，看你都会秒掉啊，因为很多怪啊，现在生怪砖欸，怎么办？你先加油，我也先加油，我要拿火把去查查。我专业解成就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做一点火把，去插那个神怪砖。等一下，我不太清楚要怎样把它做成对称耶，看不出来它对称。算那个折子数。好吧，我看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一二三，你来啊！哎、欸，我干嘛丢？你看起来超刺激，然后我没办法帮助你。现在把我两边完工，然后石头捡起来几个。僵尸给我打排球啊！继续收集材料，感觉还需要至少两次吧，因为还要盖中间那个桥的那个桥啊，而且内部可以用木头啊，外部至少用个石头。这个牛在。怕三个小时是僵尸，然后怕蜘蛛是蜘蛛。你上来，很好，上来这边来，很好，对，这边来，过来，对，来。很好，你开始烧起来了。再来啊！来，我把怕三个小。怕麻。我把怕麻带来给你。No！
他聊了一件骨头啊。来，怕麻了。什么鬼东西啊？怕麻。他看起来没什么强度啊。就是血很厚啊。血很厚，哇，治疗。有点需要提高更多的石头啊。我还有差不多30个给你，你帮我回血。OK， 再一个。好。魔力值疯狂耗，魔力值疯狂耗，他一直耗30啊，可是回蛮快的。欸，下面又升了，欸，还有僵尸。所以你下面到底是在刚刚刷怪还是在挖矿？我要刷完怪才知道有没有矿。就感觉刷不太完了，有没有封？应该把封印吧。还是封不住。我要找到那个位置。记得我刚刚是看到在，哎、欸，这里还有一只塔，也是僵尸哦。对，应该有狗吧？我不知道，那只狗都不知道去哪了，可能被炸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看到这边还有几只啊！我说旁边还有一只，没有被哦，没那边没被养，没有被养。先不应该叠的，先不应该叠的。嘿，打到我吗？不，我贴稿。可恶！我把稿丢出去。这你送给的帕玛，他应该捡走了。快好了，还是不太够。我觉得我那个正面用石头盖就好，背面再用正面就算了，反正没人注意背面了。OK， 我把铁镐捡回来了。应该是没有人注意到背面了。好，这个山坡已经整得差不多了。帕玛死掉了。为什么帕玛？为什么帕玛死掉？阿迪也死掉。那里来的僵尸？欸，真的要你来？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还认真，我还认真的盖东西。我打不完。我还认真的盖东西。我进度还慢。哇哇